很多市民关注的昨晚发生的公交偷窃，本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。你晚上跟谁吃饭？苏馆长，哎，你好，小党了没有？来来来，北边去。嗯，怎么跟他扯一块儿去了？他说跟你很熟。那我介绍一下，苏建明，郑局长的儿子。别干那些让我丢人的事儿。养子而已。给你看个戏。哎呀！用手呢？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候，你跟这么敏感的人吃饭，你动个脑子没有？松开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松开！一头手，近100的已经进他口袋里了。李志田原来在产业中有个殡仪馆，知道吗？殡仪馆，利用他，粉碎推走噻。这次中央巡视组下来，希望你端正态度。再扫一次，是能工伤，明白吗？这事可深了，可得想好了。我是不希望老爷子自愿介入进来，你们的最后都无法收场。今天你让我来，是个错误，多了个敌人。前门有钱，关上还有关。